嗨，下课了。今天还有被子啊？好了，拿回去吧。好，拿回老家洗吧。大家好啊，现在已经接完女儿放学了，现在直接就准备回老家了。我要吃月饼了。你想吃月饼啊？嗯。爸爸车上都有啊，我刚刚又买了几个。嗯。今天有作业没有？有。这放长假了，应该作业不少啊。爸爸，这里面怎么全是香蕉味啊？爸爸买了很多香蕉。现在已经是下午3:40了，看看堵不堵车。我的天哪，有点堵啊，要11个小时啊。主要是广东这边在堵啊。我看了一下走高速和不走高速的时间差不多啊，主要是广州这边在堵的厉害啊，所以我就先不走高速啊，绕开这一段再说。前往邵阳市。反正也不赶时间啊，我们慢慢开。猪猪把安全带系一下啊。嗯。你饿了的话，那个后面那里有一袋零食，你自己拿啊。靠左沿主路行驶，下坡。看我家老杜嗑着瓜子，好好享受啊。国道也开始堵车了，走了1个多小时了，还在这个知识城这里。我家多多睡着了，他睡觉的话就没那么容易晕车，我还是走高速算了啊。走高速虽然说堵啊，但是他不用这样子老是绕来绕去找路啊。请走右侧两车道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老杜饿了没有？来，起来吃点东西吧，去上个厕所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黎溪服务区了。你想吃泡面还是去服务区买包子给你吃？吃泡面。吃泡面啊？那你吃泡面了。刚刚我们在那个佛岗那里上的高速，他们下面也堵啊，所以我就干脆上高速算了啊，上高速还不用担心那些路况啊，电动车那些。我天哪，这个服务区你想买包子，我估计还买不到啊，它是个小的这种停车区啊。那你自己去上厕所了啊，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小小的服务区停满了车啊，过年一样。这个服务区泡面也吃不了，没开水啊。这个不能叫服务区啊，这个叫停车区啊，连个开水房都没有。我们吃别的吧，那里还有一瓶八宝粥，你吃八宝粥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晚上8:26了啊，然后还有400多公里啊，还要9个小时啊。本来我刚刚是不想进这个停车区的，我是想着那里堵车嘛，刚刚堵得很厉害，我说从这个服务区这里穿过去啊，然后从那一头出来，我说快一点。结果一进来，哇，这里面塞的动都动不了，我进这个里面的就花了我20多分钟，亏大了。差点忘记了，我出发前还煮了点鸡蛋呢。来来来，我们两个一人两个吧。还好我这吃的准备的挺充足的啊，吃饱一点啊，吃饱等一下你就直接睡，等你睡醒了我们就到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给你。吃饱喝足，继续赶路，到家肯定天亮了啊。休息了半个小时了，还在堵啊。前面又来了一个事故啊，现在动都不动了，全部停在这里了。肚子，睡好了没有？起床了妹妹？现在我还在清远啊，现在已经是早上了，还在清远大湾服务区这里。昨天晚上11点钟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，然后进服务区睡啊，一觉睡到现在。关键是现在还在堵啊，显示还要8个小时48分钟，385公里。啊，昨天就是这个地方堵，我就在这个服务区休息了，现在还在堵啊，这一块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显示要1个多小时。现在睡好了吧？睡好了。不晕了啊。嗯。那我们继续出发。嗯。从这个大湾收费站这里走国道，感觉这边的山有点像桂林那边的一样啊，一座一座的，好漂亮。我喜欢跑国道的原因就是这个，好看风景。啊，终于到家了。总算是到了啊，整整开了24个小时啊！昨天下午3:40多出发的，现在今天下午3:40多了。但是昨天晚上我睡了7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开了17个小时。到家了啊！奶奶没在家吗？妈，哎，啊，去玩嘛，去玩嘛，玩具去吧。好好好，我想过会堵啊，但是没想过会堵这么久啊。我本来想着早上7点钟左右能到的，没想到开到现在。我估计我要是全程跑国道的话，应该要快很多。我只跑了300多公里的国道，然后200多公里的高速。看看我老妈煮的啥好吃的，哇，这么丰盛。饿了没有？饿了。多吃点啊。你要不想买？嗯。锅子在啥？在那里。啊，好饿啊！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待会要好好休息一下，补充一下元气啊。有没有比我开的更长时间的？600公里，24个小时才到家。